的坚定推动者，有能力、有责任超越分歧和束缚，坚持稳定、互惠、开拓。我说的领头羊的作用，不仅是它的总量大、速度快，而是要发展高质量发展，就是我们的新兴产业高端。系列重要合作协议的签署，双方将深化航空航天、民用核能等传统合作，培育绿色发展、科技创新等新合作增长。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。习近平强调，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一以贯之，清晰